孟哥跑了，来了，老秦，我天，来了！哎呀，我天，哎呀，我天，跑得真快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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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得太快了！鞠婧祎杀青粉丝互动，粉丝是被德云社同化了吗？这网络界多差一点，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。我就有一个问题啊，刚刚谁抓我屁股？刚刚他肆无忌惮地抓了我一下。要是抢到这周的票，当着全场面喊他爸爸。你抢得上吗？来自鞠婧祎的反击。